开箱水神妈祖平安开运礼盒，有居家抗菌液、两瓶漱口水和三瓶大甲妈联名包装干洗手。最特别的是，里面还有平安祈福小提袋，附上过炉的平安符。今年我本来就有打算想要去参加大甲妈绕境，但是因为中间的一些工作的状况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。那很刚好是看到水神有这样子的商品推出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台湾人看到妈祖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动，所以看到妈祖的东西，我都会特别多看两眼。那刚好又有抗菌液的商品跟妈祖联名做结合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所以我其实二话不说，我就马上买了。与台湾的传统做结合，民众寻求心灵慰藉。这次水神有大甲镇澜宫的加持和有形的水神抗菌液做双重保护，消费者也有感推荐。其实水神的商品我用蛮多年的啦，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一次他们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，就是当我看到干洗手的时候，我觉得蛮耳目一新的，蛮眼睛一亮的。因为其实水神过去没有推出过这样子的新包装过，那有妈祖在上面，我会觉得真的比较平安呐。我把它带在身上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无形的加持。像我习惯就是走到哪喷到哪，如果又有妈祖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我喷过的地方都很平安。水神抗菌液拥有完整的检验报告，成分温和不刺激，适合民众用来居家清洁和随身消毒。这次推出的联名产品，更能将祈福小提袋随时放在包包里，婴儿车将平安带着走。记者詹朝成、李管管台北报道。